第八题到第十二题是题组，甲乙丙丁四支试管分别放入四种透明液体做实验，根据下列实验结果回答八到十二题。首先使用广用试纸测试，发现甲乙变成红色，丙变成蓝紫色，丁颜色不变呈现绿色。加入金属镁之后，甲乙两支试管产生气泡，丙丁两支试管无明显反应。加入少许沙拉油摇晃后观察，发现甲乙丁仍是油水分离的现象，而丙油水之间分层不明显。我们的第八题是问，由上述实验可以判断何者是碱性水溶液，酸碱性可以用指示剂来判断，比如说广用指示剂，广用指示剂在我们的酸中呈现红到黄色，而在碱中会呈现蓝到紫色。我们发现丙会变成蓝紫色，所以呢，它就应该是所谓的碱性溶液。第八题问我们说，可以判断何者是碱性水溶液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丙。